起飞了。哇好快呀、拿下，像极了女人的嘴。不行呀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最近这个对洛洛的专注度下降了好多。直接一直追着他凶，我甚至连晚上的教学都不怎么教大伙儿，大伙儿真闲，该教的还是得教呀。虽然说大伙儿早都学会了，是猪是吗？还想闪现回来 AQ 秒我啊，先拉扯。他刚刚他没有留意到他的魔法盾下面他的本身的生命值已经贼少了，他还在那里装，还在那里装，我都不知道他在有啥装的。但是这一波就杀完直接走了，你再接着去对线没有意义了。我们回家等待男枪过来送双杀，不给我回啊。那要么就南枪到了，南枪没到，他就是单纯想恶心我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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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你多牛，来。走了，就非要上来见我一下啊，非见我。哎呀好可惜啊，我多一点蓝我就冲着去凶他去了，我没蓝了。直接给你一给你轰墙上啊！我的尝试没有意义，你别管，我觉得有意义就有意义。什么赢呢？真是，但这波不用回了，这波是真不用回，雪兰都很健康。这青钢影怎么这么菜呀？他在干嘛？他老想跟我打。你别跟我说吸血鬼的红怒吸消耗他的 Q 啊！你说鳄鱼消耗怒气我都接受得了，你快来句吸血鬼消耗他的红怒 Q， 我接受不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我该往回退，往回退让他多回了一口血。啥段位啊？钻石，那这个钻石，你还看我？谁让你看了？一百多的蓝，哎呦，你要么就上来追着我打，你别站在这里啊。干嘛嘛，车轮战是吗？你追着我打也行，你不打我我又没法上去打你。这么多小兵，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上来打我嘛。哎呀，我忘记跟他说一声，我的这把队友有点裂啊。
交流起来了。他要补前排兵，我们就在这里拆肚子；他要补后排兵，再去打。接着推线，然后接下来小心南枪就好了。他这么不思考的回城，那么肯定是后边没南墙，那不然他这么回去了，对我没 TP， 那南墙得骂死。你看操作上了，我吐了呀！一个闪现就算了，咋还有闪现补烟雾弹的？他从这里出来我都能接受，他闪现上来补烟雾弹我难以接受啊。我晕了呀，你没活过吗？他赏金呢，我操，我看错人了。哎呦，西内不是一阵没活过吗？你有硬有闪现，为什么不朝后边跑？青钢影开始觉得不满了，不是你二级硬要死两次，那不能怪我吧？那我按着你的手，按着你的键盘，让你过来杀我的吗？我没有按着你啊，你硬上来送，死完之后说我。这不标准我死了等于你菜吗？都是你自作孽啊。我能说啥吗？我觉得我这个号 ID 挺好的，都是你自作孽。等个单枪，他在这儿回城，逛淘宝，逛逛逛逛，喜欢逛淘宝啊？他没过来就是在这儿回城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这 EZ 死的也难顶啊！你干啥呀？我没蓝啊，我一滴都没有了，快走啊，求求你快走好不好，我真没有了，快藏起来，听见没有，快藏起来。
啊啊啊！哎呦，喜欢啊啊啊！那谁谁谁，小青，喜欢勾我啊啊啊！拿下。队长。